来，观众朋友，我是这样，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个所谓的弹的这个断杆的风波。我手上就有一把刚好断掉的这个弹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这个公司层面上的问题吗？还是使用者上面的问题？当然，这把杆子我们会交由公司判定，但是在于我们联合的部分，我们的判定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东西又会说话。OK， 来，灯开起来。来拍过来一点，来，这个是客人的断点，好，来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，这边的的确确这边有敲到，哦，有看到吗？有拍得清楚吗？哦，可以，这边有敲到，哦，来，这边断点的爆点的部分在哪里？爆点部分在这边，这边，哦，这个很明显，这个是敲到的，哦，当然啦，我没有怀疑说客人，但是呢。这个是我联合这边的鉴定，然后呢，实质上的鉴定呢，我相信呢，恒丰，这个企业社，这个经销商，他会给予更好的答案跟回复。那各位顾客，这个影片给你们参考。OK， 我希望说这个弹它的的确确是日本原装的杆子，日本原装不代表不会断杆，日本原装不代表它受得了撞击。任何的杆子都是一样的，我的视频没有什么业配，我只希望用专业来保护专业，就这么简单。OK。